嗨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安迪菲欧娜。这两个是我的孩子，其实我有三个孩子的，一个大的，学校有 activity 出去了。这个是10岁的二哥，这个是7岁的妹妹，跟大家打招呼啊。嗨，我是九九。我小时候呢，每当我咳嗽的时候，我的妈妈都会给我喝这个。你们有没有喝过？这个叫做，我们通常是叫它是香港出的咳药水，叫它做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。现在我们的电台，这里也有打广告啦，是那个香港的陈豪代言的。给你们看，里面开了是这样的玻璃瓶，很重的玻璃瓶，这样子。我们都叫它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，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，然后他们两个也是读华小的，所以我们在家的媒介语言都是讲华语，所以他们的广东话很差，但是我们住在吉隆坡，都是要用流利的广东话来交流的，所以现在我慢慢教他们广东话。今天我要教他们讲的就是这一个。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，OK，谁念先？妹妹念先。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。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。哥哥。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。对了，今天我要教他们讲的就是这一句。京都宁静音川贝枇杷膏。你们有没有喝过啊？我小时候常常喝，现在到我的孩子们喝。OK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哦。